3月31日晚，从亚洲到大洋洲、北美洲，无数双眼睛几乎在同时观赏百年一遇的超级蓝血月。上一次出现这样的奇异天象，还是1866年。那一年，电报第一次跨过大西洋。而在这个夜晚，太行山下的这座训练场，中国陆军某新型机步师的官兵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蓝月亮。此刻朦胧月光下，一场激烈的夜间战斗正在上演。黑夜能够达成战争的突然性，但黑夜也意味着更多的危险性。海湾战争中，美军发生的28起误炸误伤事故，大都发生在夜间。同参谋，到！迅速请求上级火力对敌炮兵阵地实施压力射击。如何把数字化装备优势尽快化为战场制胜优势？如何把我军的夜战经验转化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成为这支陆军精锐部队探索的重点？结束战斗，已经是第二天拂晓。正是冬日里最寒冷的时刻，长风像刀子一样扎在官兵们的脸上，一台台坦克、装甲车闪着悠悠的寒光。28天前，也是这样一个呵气成霜的寒冷天气，就是在这个师的训练场，一声号令传遍全军。我命令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飞雪飘过内蒙古草原深处的朱日河，蓝军旅的战前动员热血沸腾。同志们，习主席要求全军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施化水平。我们的职责就是当好陆军部队实战化学的磨刀石，通过敢打敢拼、演真扮相，逼出能征善战的红军部队。仍将有多支红军部队前来与我们对抗，实战化演习将会更加激烈。对圆满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使命催征，闻命而动。新的一年第三天，习主席亲自出席全军开训动员大会，传递出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从北国到南疆，在同一时间，在一座座军营，在一处处训练场，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习主席训令的热潮，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到练兵备战、练兵打仗的每一个环节。郝景文，时任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中国空军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获得者。2017年，郝景文率部首次在对马海峡担负空中支援掩护，飞向远海，既让他和战友们感受到与实战要求的差距，也激起了他们奋起直追的勇气。未来的战争样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现实的敌情就在这儿。我们每一次上去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警巡也好，这就是未来战争的预演，这都比我们去不断的去改进完善，甚至促进我们去研究我们的战法。2018年一开训，全旅就展开了空中格斗、对地突击等高难科目训练。20多年的飞行生涯，郝景文已经历了3次换装。然而在郝景文看来，与驾驭一代更比一代先进的战机相比，换脑筋似乎更难。这次与郝景文进行空中对垒的是80后飞行员汤书瑶。天空搏杀，汤书瑶4次被旅长锁定，意味着实战中已经4次被击落了。刚才啊，就是那个整个空战当中啊，能量运用好像不是特别好，这个好几个动作都做失败了。你在那个位置的话，你载荷拉的不够，没有把这个转弯半径大了，这块的话呢，没有把它咬住，你这个时候在实战过程中容易反过来被它这个咬住，你知道吧？这个整个对这个与高手过招，方知不足，实战化淬火才能百炼成钢。对地突击，汤书瑶大胆借鉴外军快速进入、快速打击、快速脱离等战术飞行动作，在一次次近似实战的空中对抗中脱颖而出。2018年4月，中国空军举行金飞镖2018竞赛考核，汤书瑶成为空军最年轻的金飞镖获得者。而在这一年年底，旅长郝景文也迎来了自己的至高荣誉。2018年12月28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郝景文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从中国空军战神轰6K 潜出西太平洋，飞越宫古海峡开始，郝景文带领战鹰编队担负起战神的护卫。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它的航线不断向大洋深处延伸，他的视野掠过更远的天空。在轰6K 战机升空的同时，空军多个机场的苏-30、歼-11和侦察机、预警机也按照训练计划听令起飞，与轰6K 战机组成体系战队向预定海域进发。我们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针对的是岛内台独势力及其活动，为的是防止台湾民众的福祉因台独图谋而受损害。如果台独势力继续恣意妄为，我们还将进一步采取行动。晨曦之中，轰六 K 战机挂弹密集出航，连续进行跨昼夜长航时
超远程突防训练。2018年一年的耗弹量是往年的数倍。打起仗来，我们主要目标就是对敌纵深以及关键的要害部位进行打击啊，瘫痪他们的设施啊，这个是我们的看家本领。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越强，制止战争、赢得和平的能力显然就越强。我们自己也深切地感觉到，现在在努力的啊，或者向实战化迈进，向实战化的部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部队迈进的一个过程和阶段。训练啊，确实很苦，但是很有意义，也有收获。特别是在习主席发出号令以后，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就像我们战机加速时的那种推背感，一直推动着你。仿佛有一种力量推着前进，这种力量就是统帅的号令。从沿海到内陆，从天空到海洋，每一个中国军人都深深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力量。深处海军竞赛性考核选取世界主流水平的反舰导弹作为靶弹，一艘艘战舰在对多目标连续抗击中提高战场生存能力。南国丛林武警部队首届突击火力分队大比武成绩评定标准近乎与实战一样。山丛中火箭军天箭系列对抗演练神出鬼没的专业化蓝军逼着红军增强化险为夷的真本领，这一切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练为战。连续的实战化对抗训练让35岁的火箭军某旅发射营营长罗银生更加胸有成竹。罗银生所在部队担负着精打要害、克敌制胜的使命任务，看似简单的吊装训练却关系到导弹发射的成功与否。在这支新制作战部队，即使一名普通的转载号手也要经过千万次的重复操作才能上岗，而像罗银生这样的金牌发射营长所经历的又何止千锤百炼。习主席关于两个能力不够、指挥员五个不会的拷问一针见血，令人警醒。今年以来，我部着力纠治二八现象，推动指挥员由管理型向打战型转变。无论是二八现象还是重管理轻实战，说到底都是长期和平环境滋生的和平病。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和平病无疑就是战斗力的腐蚀剂。向和平病开刀，向战斗力聚焦。在火箭军巡航导弹第一旅锤炼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成了刚刚过去的一年最突出的重点。指挥员训练时间平均比战斗人员多15%到20%，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全员参训，人人过关。这个过程非常艰巨，我们告诉全体官兵要咬牙坚持。我们相信啊，长期坚持部队作战能力必将发生质的跃升，部队面貌必将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
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对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作出部署。历史常有惊人的巧合。1964年1月3日，一场以推广郭兴甫教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大比武在全军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群众性大练兵热情。54年后的1月3日，在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的全军开训动员大会上，习主席号召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牢牢掌握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你指的主要任务是对2090高地的这个敌临时光压所进行对人质的秘密营救。目前啊，就是在抓官兵的信念上，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在我们派出去参加一些集训活动中，包括比武活动中，争金夺银，我们也感觉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要加紧练兵备战，为打赢做出贡献。特战里的这些官兵，我历来都说要张扬个性，不能练成全部都是一个模子驮出来的，这个不是特种兵，特种兵就是必须要特。这些年轻的小孩，特别有的在家里练，可能连衣服都不会洗，在部队啊半个月时间完全就变了一个人。有的家长来部队探望以后啊，会激动地流下眼泪。各组队注意观察天空中是否有红色枪弹两包，发现后迅速向我报告。我们每年转四关的比例啊比其他部队都大。今年我们军里面一个首长讲，要论苦，特战里是最苦的，但是特战里愿意留的人是最多的。我是走标车的。胜战刀锋，比武锤炼精兵劲旅。中原腹地火箭军某基地比武活动的第一关，是考核旅团指挥员和机关所有指挥人员，连中午吃饭都是送进来，在站位上吃的。下午4点钟准时交了自己的作业成果。昨天晚上啊，基地组织专家组织成员对我们的作业成果进行了评判。今天上午呢，又请第三方的专家对我们的作业成果进行咨询答疑。第三方的专家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他指涉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对我们来讲呢，确确实实，让我们也受益匪浅。考核内容由外请专家来定，水平高下现场评判。一切的假把式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各级党委带头训练，领导机关走上一线，是2018年全军实战化训练的一个缩影。它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就是中心居中更加突出，就是重心向战更加鲜明。冰雪消融，草木泛青，陆军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的驻训高峰期也到来了。步完系统从年初以来进到我们洮南基地进场勘察和驻训的部队，截止目前已经达到33家，这个数字是历年来最高的，也是我们统计是近3年进场部队驻训的总和。我们统计全年得有2/3的时间我们厂区都有驻训部队的训练，就是厂区的使用效率高了。以往的驻训部队我们统筹场地，因为驻训部队少，我们按天儿来计算，按天儿来统计，按天儿来分配场地区域。那么今天就不行了，我们把各部队的实弹、实投、实爆、实飞都精确到小时来衔接。这顶野战帐篷是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野外驻训指挥所。军队深化改革，这个旅从青岛海滨移防北上，所有装备同时更换。虽然面临着移防加换装的双重压力，但合成旅党委依然自我加压，早春时节全员全装开进了演兵场。过去啊，我们这个会啊没有少开，一个接一个，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会没有多少，只注重了形式，这个开会啊没有解决下片问题。今年啊，我们下决心纠正这种现象，每次开会都突出一个主题，注重解决问题。我们班的帐篷离那个主帐篷很近，每天晚上都看里面亮了灯，有时候半夜站岗回来到了1-2点钟，里面还在大声的争论什么，想着有什么问题。一开始我们都很不习惯，到了后来也就慢慢就习惯了。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野外驻训，外部的干扰少了，打仗的办法多了。好，某合成旅某型地空导弹列装不到半年就打出了首发命中、发发命中的好成绩。决胜战场打保障，兵马未动要先冲。在改革中刚刚诞生的联勤保障部队利用兰新高铁组织应急投送实验，实兵实装实际拉动。兰新铁路的尽头并没有成为这次远程投送的终点，等待他们的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苍凉高原。中心居中，重心归正，就是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就是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2018年1月，军委训练管理部统筹部署开展开训情况专项监察，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履行主责主业不力从严追责问责。2018年6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全军累计停止有偿服务项目比例超过94%。2018年9月，全军开始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伙食补助标准，填补了应急应战伙食保障标准空白。自习主席发布训令以后啊，旅党委在执行军事训练一票否决制上更加的严格了。军事训练已经成为一条硬杠杠，个人的军事训练如果不达标，就会影响到个人的成长进步。所以目前官兵的训练热情空前的高涨，已经实现了由要我训向我要训的转变。我们机关科室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入纠治游离中心偏离主业的弊病，把全部心思聚焦打仗，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我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上级机关与军事训练检查无关的工作少了很多，对我们基层一线带兵骨干组织部队搞实战化训练的干扰也大大减小。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为他们点赞。我军事，我志愿加入奋进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3年前，曾经兵败朱日河的某合成旅又一次开赴草原演兵场进行对抗演习。事实上，这个旅原本与蓝军旅同属一支部队。2013年，原属于当时65集团军的一个坦克师一分为二，组成了两个旅，其中一个旅前往朱日河，成了陆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旅，另一个留在了燕山脚下。然而两个旅在朱日河首次交手，红军竟然一败涂地。蓝军旅啊，原来和我们啊都属于同一个师，同一个师都是一支部队，分开没几年，他们啊的战斗力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想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心中有敌情，眼中有对手，训练很实。眼中有对手，胸中有敌情，蓝军旅每天都在按着实战化要求抓训练。而在当时的其他部队，练未看，眼未看等形式主义还大量存在。结果2014年，7支陆军合成旅与蓝军旅对抗，6支败北。2015年，10支部队挺进朱日河，又被蓝军打了个10-0。朱日河冲击波震动全军，推动战斗力标准大讨论深入开展。痛定思痛，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一轮改革中，换装了第3代主战坦克的合成旅如虎添翼，重返朱日河一交手，竟让蓝军大吃一惊。这场战斗中，红军的战法就很刁钻。在快速攻击过程当中，红军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变化临时调整了总攻方向，上百辆坦克装甲车辆同时转向，配合呢非常密切，让我们呢防御方根本来不及调整部署。这次红军在这个坦克的搜索目标、观察目标、敌情意识非常非常强，这个坦克之间协同配合也非常非常默契。通过这场演习啊，我发现他们战斗素养越来越高，训练水平越来越强，和3年前比大不一样。东北军营，另一支合成旅即将出征，目的地同样也是朱日河。变革重塑，韩光明所在部队由师改旅，大校师长变成了大校旅长。此刻他急需要通过一场近似实战的真打实抗来检验自己亲手打造的这支合成旅是否具备了能打胜仗的实力。知道啊，你指示他做什么，
他该做什么？这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我看了，结构更合理了，编制更科学了，机制呢更健全了，广大官兵的创造力得到了更好的发挥，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好的加强。所以呢，我看算小账啊是亏了点，但是呢算打赢的大账肯定不亏。曾经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的韩光明对实战化训练多了一些深刻的感受。车臣之战，俄军由于缺少针对巷战的准备，一夜之间阵亡上千人。血的教训让俄军上下空前重视实战化训练。学成归国，韩光明对于合成旅的打造，首先从端正训风、考风、演风入手。三幺幺，二炮、三炮、两发，发。以前出枪有很多人是很大力，啪的一声就像这样。其实，在战场中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为了好看。战术训练告别操场化、城市化，演训场上插红旗、贴标语、拉横幅的面子工程没有了。不过，在韩光明看来，显性的击毙不敢抬头，并不意味着隐性的击毙已经完全根除。花里胡哨的东西，不敢明目张胆的再搞了。但政绩观，是不是真正转变过来了？一切与实战不相适应的东西都在被清扫之列，实战需要的内容，不管挑战多大、风险多高，也要练精、练实、练过硬，否则改革重塑就成了空话。他们在进行400米类似的障碍训练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以班组为单位，他们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在障碍结束了之后，我们还要投入实战，还战斗力还能保存多少。但是我们可能考虑的比较多的是过障碍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障碍过完，没有考虑通过障碍之后我们还有没有战斗力，还能保存多少战斗力的问题。上个世纪50-60年代，一支曾经威震上甘岭的部队被改编为空降兵。几乎在同一时期，作为朝鲜战场经典之战的上甘岭战役被美军制成了沙盘，陈列在了西点军校。美军用了190,000发炮弹，将志愿军阵地削低了2米，飞机大炮没有击垮我们的战斗意志。今天我们的部队还有没有这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危难险重科目，该不该训？敢不敢训？同志们，今天我们组织珍品入柜仪式，将年队第64面战旗收入珍品柜。世界上很多东西能够复制，战争的胜利却是无法复制的。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绝不是一支消极保安全的部队。过去有的人怕出安全问题，这也不敢，那也不敢。实际上，我们把基础打扎实了，本领练过硬了，才是最大的安全。挑战极限，摄氏40度的高温下，训练场上的官兵汗如雨下。老一辈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上甘岭精神，就这样凝聚了新一代官兵的血脉。以往饮检打扫卫生比较多，但是现在这种活动越来越少。今年我们连队的留队率比较高，
通过实战化训练，大家找到了当兵的感觉，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愿意继续在部队干。盛夏时节，某新型潜艇紧急起锚，奔赴预定作战地域，从练位战直接变为练级战。发现敌舰，站得远吗？四千，舰确定。发令舰前坐定。参你一号管靠着呗。这一列准备，这一列往外带，这一列往上，手动迎击发射。习主席发出训令以后，实战化训练强度力度明显加大，很多战士在经历过多次这样的训练任务以后就来问我，如果说这次出航我们真的就是打战，我们的对手就在暗处，我们能不能够打赢回来？大洋深处暗流涌动，深海幽灵静静前行，不仅要规避水下纵横交错的海沟，还要时刻警惕水下无处不在的对手。刚才你的操作动作不太熟练，慢了半拍，假如说我们在战场上，如果你这个动作慢半拍，我们很有可能被击沉了。是，下步我会加强训练。刚满19岁的鲁文已经有着2年的潜艇兵经历，2018年最长一次潜航长达60多天。平时我上网的时候看到我同学在朋友圈秀恩爱晒美食的，我也很羡慕啊。但我们在水下时间待久了，别说上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见一次太阳。特别是到后期，人基本上靠精神和体力支撑着。我们在工作有时候生活当中不小心碰到一个什么东西，当时没有感觉到痛，过半天才有反应，基本上人的反应已经非常迟钝了。潜航10几天以后，艇员们就开始不愿意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主动跟他们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越不聊天越不交流，心里越容易出现问题。跟班作业的政委来鸿飞把政治工作做到了每一个站位上。现在目前逐步的进入了90后，甚至于下一步要到00后，都是以家庭方面都是独生子，家庭里面的小皇帝。那么来到部队以后，就要逐步的加强他们这方面的心理的，摆脱这个心理的强绑，强化他们的心理锻炼。在鲁文的平板电脑里珍藏着一份光荣的记忆，训练间隙不时的看上一眼。接受习主席检阅以后，对年轻战士的思想上触动非常大，比如有时候我们值班有点疲劳，他们就主动帮我们值会班。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训练的多了，不懂的就向我们请教，我感觉他们的心里确实有一种紧迫感。大海如此辽阔，他们的生存空间却是那么狭小，太阳每天升起，他们的生活却常常分不清黑夜白昼。在大洋深处，在海底世界，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与世隔绝的潜艇兵默默铸就共和国的水下盾牌。这座荒漠中的大型训练场是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2018年7月24日至25日，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难题破解推进会在这里召开。集中破解的难题之一就是破除和平击毙。革故才能鼎新。2018年，人民军队的实战化训练在革故鼎新中留下了一个个醒目的坐标。我的头猛地撞向弹射座椅的头枕上，当我努力抵抗由弹射引起的过载的快速袭击时，不由对着机内通话器呻吟了一声，仪表变得很模糊，
因为我的眼球好像被压缩到眼眶底部去了。飞机剧烈的震动，叮叮当当响着，从弹射器轨道飞向漆黑的深渊。这一年，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徐英成功在辽宁舰上完成夜间起降，沉沉黑夜再也无法束缚中国飞沙的翅膀。畅销书《空中铁爪》所展示的内容，最终化作了徐英和他的战友们的亲身感受。没有人真正的说我准备好了战争，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我们永远在变化，永远在提高，因为你的对手也是在变化，也是在提高的。等你完全准备好了，对手已经变了，所以说你说你准备好了吗？没有啊。但是呢，这就是给我们的准备，给我们那种任务的这种作战任务的筹划，就提出了这种比较高的要求。这一年，从空军飞行员转为陆军空中突击旅副营长的汪海洋完成了指挥考核。汪海洋所在部队是在改革中诞生的新制作战力量。我们现在官兵的空地协调意识、协同意识相对以前来说有所增加，但是现在我认为还远远不够。战场呼唤更多像汪海洋这样既懂飞行又懂地面作战的指挥员。这一年，3200多名官兵完成了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境参演——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俄两国军人共同上演了一场为世界关注的地空联合军演，也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发现了差距。去俄罗斯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这都是非常之难得的实战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每次都是借合这个实战的机会检验部队的实战能力，回来之后我们认真地总结去反思存在的不足，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几乎每一次大项任务回来之后，我们进行复盘，进行检讨，每一个机长每一个飞行员都在发言，都讨论我们的战斗的水平现状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来进行改进。训练是打仗的预演，打仗是训练的检验，缩短从演兵场到战场距离的有效途径，就是把参演当参战，就是按照习主席的号令，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2018年，注定会留给中国军人太多难忘的记忆。训练基地作为部队实战化训练的准战场和磨刀石，构建了近似实战的练兵环境和信息化导条系统。习主席亲自组织全军开训动员，并发布军事训练动员令，全军上下闻战则起，依令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驻日和联合训练基地已经承担了全军9场大型演训活动。人才呢，是新制战斗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目前看呢，新制作战力量人才的培养呢，还存在着培养周期比较长，训练资源不足，训练的效益呢还不够高。在军事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练练着骨干较远、基数小、装备数量不配套、战训矛盾突出等问题。结束了一年的野外训练，某新型机步师的官兵从一处处训练场、演兵场回到了华北平原的营区。一年的成长与蜕变，准备打仗已经刻进了每一个官兵的大脑。如何打仗，正在成为每个人时刻思考的命题。我们配发了新装备以后啊，从之初我们经历了一些困惑，确确实实的啊，也感觉到无从下手。但是经过我们广大官兵的刻苦努力、积极攻关，我们逐步的掌握了这些武器装备，按照实战的要求来运用这些装备。
你有再好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良好的战斗作风和意志，你也无法完成任务。这我们作为一支由红色、底色厚重的一支部队，必须有顽强的作风和意志。你只有加大强度力度，掌握武器装备了，那你才能随时做到招之即来，来者能战，战者必胜。凛冽的寒风中，部队再一次向习主席发布训令的地方集结，回荡在耳畔的依然是三军统帅坚定有力的话语。